这个 PB2 的花生粉特别好吃，它里面就是脂肪含量减少很多。这其实是我的早午饭，因为现在已经下午2点了，然后我才吃我今天的第一顿饭。好好吃。我现在的状态就是只要不工作的时候就待在家。有工作的时候就会去北京啊什么的，然后我昨天刚从北京回来，这是我外婆做的，这个碗是允儿自己做的，她自己捏的，然后她自己画的，超可爱，呵呵，画的小柿子。这是我买的那个苏打水，还有野菜生活，这个我觉得超好喝，就是它纯番茄汁，就是其实它喝起来有一点像番茄酱，但是比番茄酱再稀一点，反正我觉得超好喝，而且它热量很低呀、啊。对，还有这个苏打水，就是。不知道我的口味是不是比较奇怪，就我喜欢喝的东西，很多人都不喜欢喝。拿它做那个苏打美式也是一绝，超好喝。你怎么形容这个味儿呢？就是一股健康的味儿。看它的配料表，配料表就只有水跟番茄，它喝起来就是一股番茄味儿。我最近买了好多好多发箍，因为不是说发箍是高颅顶神器吗？买了十几个发箍，但是我昨天收到以后。就是很多，我发现我都带不了，然后就都把它们退了，最后就留下了四个，我觉得带起来还可以的，给你们试一下吧。第一个就是这个牌子，这个 C Karina Y， 他们家有好多好多发箍，然后我留的就是这个，一个黄色的小花，像绣上去的黄色的小花 ，try 一下，试一下。这个是我觉得我买的所有的里面最好看的了，它特别的贴合我的头型，呵呵，而且它这个款式也挺特别的，看起来就是很春天。还有剩下的三个就都是那种比较便宜的，就随便买的，但是戴起来也还可以。这是一个绿色的，它上面也是稍微有一点点厚度的这种，看起来就是那种缎面。白色的就是这样，还有一个蓝的，是布，这个是布了。这蓝的跟我今天的毛衣好搭呀，这个也不错。然后还有一双鞋，就是这个的 Lost in Echo， 他们的靴子，它是白色，然后这种鸭纹的这种皮跟绿色皮拼起来的，一双牛仔靴。牛仔靴就是自从我买了 Ganny 的那双，我就觉得牛仔靴特别的百搭，就是它可以修饰腿型，然后就又买了一双，穿上，哎，穿上了。我想到时候出一个靴子合集，就是好好介绍一下我这些靴子，因为我最近买了挺多靴子的，而且现在冬天就刚好就穿靴子的季节。我要给自己做一个午饭，来煎这个三文鱼。Somebody who can love me at my worst.
the lunch. It's ready. 配哥掉了，没了，去哪了？他的猪啊，在这儿。他刚买了一只猪，给他取名叫佩格。为什么叫佩格？因为叫 pig， 然后就佩格。嗯，好吧，原来是这样。嗨，我们俩现在在宜家采购一些改造卧室的东西，因为我们俩那个卧室从小学六年级以后就没再怎么长时间住过了。然后现在不是放假嘛，然后就一直住在那个卧室，就觉得里面的家居就已经不再实用了，所以我们俩也买一些新的，准备重新收拾一下那个房间。这是我们刚刚挑的，刚刚逛了好久，然后挑的一些地毯，然后还有窗帘。行了，我刚跟我妈一起把窗帘给拆了。然后发现没有那个新窗帘的挂钩，然后我妈去买挂钩了。我现在要收拾一下这一床衣服，真的很乱，必须要把它们收拾一下，把它们挂起来，太乱了。No， 快点快点收拾一下这个柜子过来。 So I can see you California。这首歌特别好听，什么 One Direction 的吗？对， One Direction。 挑一挑，要就要，不要就不要。哦，只有一个泳衣。Going up tonight. Her mother. 一直往我面前砸，挑吧。都，哎呀，我感觉这真的都不能要了。三，举起来，一二三，呀！过年了，过年了，过年了！这是你买的吧，妈妈？过年一定要穿红的，然后买个大红色的毛衣，简直是太可怕了，简直太可怕了！是我们家的习俗，每年的那个过年的照片，一定要所有人都穿红色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俩小时候的吗？对。这太小了吧！这裙子也太……允儿也穿不了了。允儿，对啊，允儿也穿不了。那要留着吗？这个？就是这张还没想好要送给谁，要不然留给我的孩子。收拾了一天，然后终于把这个床给拆了，整理了好多好多好多不要的衣服，最后最常穿的都放在外面，柜子里面也就放了一点儿。这些是裤子。然后这边也是我们俩会穿的一些衣服，给你们看一下收拾出多少不要的衣服，全都是我们俩收出来，就是收拾出来一些不会再穿的衣服，全都摆在外面。然后我们还有一张桌子，可以放东西的。嗯，这下面放的都是我健身用的一些东西。耶，终于完成了！还有我们的窗帘，窗帘是妈妈给我们挂的，谢谢妈妈。哇！拜拜。Tired, I'm tired, I'm feeling so tired.I've lost, I can't sleep tonight. Cry, I cry, as time passes by. It's two at night,
I can't sleep tonight. Why, just why, I feel unalive. I'm trapped in what I call my mind. Love, it's love, what even is love? Now I'm empty, empty, empty. I still don't change. I'm still down here. Thought I'd change. I'm so broken, broken, broken. Love, I love to cover my thoughts. Don't want anyone to cross my thoughts. Tired, I'm feeling so tired. Tired, I'm tired. Will I hold it last? 就穿这个吧。哦，我刚到家，怎么这么多快递？快往里拿一拿。然后两个太多了。这应该是那个龙门架，不能一边跑一边吃东西，会噎着。慢点，慢点。开箱时间，现在是开箱时间，来吧，开箱。干什么呀？这是玩具，是我给允儿、给二姐、给我自己买的玩具。啥？这是那个街景的积木，对，然后我挑了四个，超可爱。等我明天拼吧，明天有时间把它拼了。这是我买的一些酱料，就是做饭用的，什么酸黄瓜酱，还有黄芥末酱，还有咖喱，还有冬阴功酱。对，就是为了为以后在家给自己做好吃的饭做准备。耶、yeah.。还有这一大箱衣服，里面有几个？好像有四个。哦，这个西服是你的，我去穿一下。天哪，这个粉西服我晕。不是，看这个围巾，看，颜色是不是很好看？嗯。喜欢，还有一个抹胸裙，这样穿的。等我就不试了，这样吧，等我们俩到时候拍穿搭，拍穿搭。穿搭哦，还有一个，很适合冬天，像羽绒服一样这个材质。OK。今天的箱就都开完了，没有，还有一个大姐。哦，还有一个，不好意思，暴力开箱。这是两个包，哇，哦，这个包好好看啊，这样，俩沙发垫，好好看啊，这个包，还有一个长袋，好软，两个沙发垫。你滚！有人说是两个沙发垫儿。我不懂。好的，今天的箱就开完了，还有玩具。我已经开了，玩具已经开了。哦，我发现雨儿特别会装无辜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就你说一些事情，然后他不想或者怎么样，他就会立马就无辜脸，你知道就无辜，特别无辜的看着你，就那种。你有吗？他是个绿茶，总结出来他就是个绿茶。绿茶？我不是。你就是。你看又开始装无辜了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